昆道义之宫。各位今天请请坐。您认好。您认好。您认好。各位亲戚大家好，咱各位主席，咱处长，咱各位所长，各位亲戚大家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早。所以呢，咱首先拢爱感谢上天慈悲，祖师风慈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加上咱五老千人的五大医生，咱千人点元师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搁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搁有这个福田，来自这个庄严的圣堂呢。接受到真理，所以呢，咱讲非常有福报。为什么讲非常有福报？有福报呢，咱才有迄个机缘来这个圣堂的参观，结一个善缘啊。哦，所以咱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想讲，人生过程当中，咱到底咧追求的是啥物？人生的意义是伫倒位啊？啊，人生最终的目标、目的地是伫倒位？所以，互我有呾嘛是拢会去想这个问题，讲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伫倒位啊？如果咱呐唔知影人生的意义是伫倒位啊，咱就无有一个方向，无有一个目标，无有一个理想。因为方向目标比速度搁较重要，就亲像咱咧开车咱只咧车咧驶足紧嘛，但是你若上高速公路，第一件代志，你就是爱看方向。你要上北的，你就爱看上北的；你要落南的，你爱看落南的。方向你爱抓好足正确，你油加落吹落呢，速度靠后啊！哦，啊无你若爬上高速公路，本地要去高雄的，啊你走去台北去，速度走足紧靠后，无效呢。哦，所以方向参目标比速度搁较重要。在咱人生过程当中，咱嘛爱知影咱的方向目标是对个，因为咱人就是唔知影咱的方向目标，所以咱袂认真，咱袂精进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互我感觉讲，咱人若往心地。都要想要当西方嘛，啊，当西方一般世俗的人啊，一般世俗的人，毋是请道士，就是请师公，啊，无和尚，咧甲咱带路嘛。一般是安尼啦吼，但是咱爱去了解，咱今仔日修行学道，咱的目标就是伫西方叫做世界，你爱家己会晓行。唔通互人带，互人带艰苦啊！所以咱的目标方向也好清楚，因为安怎，佛堂就是要通往西方的加油站。啊，你要去西方，你要来佛堂加油，要哪会到目的地？所以咱就爱拄起来佛堂加一下油的。哦，像咱前面踮咧佛公位，啊，如果若无油，袂倒啊，要安怎？爱加油嘛！哦，
西方极乐世界，嘛爱加油呢？啊，要哪加油？就是乎咱的自信，自信较清净的啦。咱的自信若清净，自然都有水就出来啦。今天呢，好、哦，其实咱若无来聆听着真理，咱同来讲话讲，像前几日拢落雨天，无看到日头，但是落雨天无看到日头，敢真正无日头吗？有吧，是乌云遮个尔。啊，咱人生个过程当中，拢是茫茫渺渺。为啥物茫茫渺渺？咱找无方向，找无目标，咱毋知影人生真正个价值是伫倒个。哦，咱若想人生真正个价值是伫倒个，就亲像一枝草。参一针心木就对啦。像阮顶四三月份去溪头，去溪头啊，行去顶悬哦，看一针心木两三千担，但是迄针心木叫倒落啊。咱人的人生吼，你甲想，一枝草，若靠起来，人敢有咧注意？无啦。咱的人生若亲像一枝草倒落，无人会甲咱注意啦。但是一枝木材，迄心木，几若千担、两三千担，去予倒落，咱大家拢想要去看，哦，这丛心木偌尼啊大丛，敢对？嗯，是是。哦，咱人的价值，对遮咱就会当去甲想一下。你是要亲像这枝草，还是亲像这枝这丛的心木，予人甲你足想要甲你亲近，足想要甲你祭拜？咱甲想，世间人遐尔啊济，为啥物咱要拜观世菩萨，要拜释迦牟尼佛？伊也毋是咱的亲情啦，啊，咱为啥物大家要去甲？恭拜祭拜，伊真正真正的意义就显露出来啊！哦，如果咱若无伫修行学道，无放弃一寡，咱毋是讲无需要啦，毋免伤注重的物件啦。你啊看迄个释迦牟尼佛，伊钱有济无？伊钱有济。伊土地有花无？伊土地嘛足花。啊，伊个水，伊个某有水无？伊个某嘛足水。啊，为啥物伊要把遮个物件，世间人足爱个物件，伊拢无爱？